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坚持的意义。对，脚后跟，对，每次都是你下不去。疼痛不能说松松的，膝盖也是直，脚后也不好，就是这样疼就没有起到训练的效果。失落，我有想过放弃，但我从未放弃。接下来，请欣赏军事文化中心为我们带来舞蹈。我终将走向舞台，我终将走向战场。青春肆意飞扬，热爱经久不息，演出总会有结束的时候，但我们的青春永不谢幕。